我们来打个牧师好了。那刚刚之前上传影片，应该都还没有打牧师了。这牧师基本上是从那个 Corento 的抄来的，然后稍微改了几张卡而已。我应该是多放了那个三费二八有嘲讽，然后死亡之身送对手一只生物的那张牌。因为我觉得说你打快攻的时候，对方很有可能把你的淤泥喷射者就直接沉默掉了。那你用这个，他不会沉默，他就会跟你换。所以这样的话还是稍微舒服一点。I will fight with honor. The light shall bring victory. 但其实这个就有点麻烦，因为他如果是打快攻，一般会有神恩术，神恩术呢就很不舒服。嗯，要留什么牌？留这个吗？可以偷来用。狂野严肃师。The victory is. 结果他这样直接投降。Thank you. 会不会打太多人，他没有神恩术的时候，结果他就不想打，他觉得不好打，牌太烂，这也是一种策略了。Anduin versus Malfurion. I must protect the wild. The light shall bring victory. 打德鲁伊的话，解手还是要靠狂野严肃师。奥奇诺，我除了来一个环就可以清掉德鲁伊的低费生物。但打到后段，牧师感觉。啊，对，还是有点吃力。现在有这个无敌劫场，前面的随他下生物，基本上。Well played.Sorry about that. For the Lich King! Well played. 这是牧师最讨厌的回合形式，那完全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解，用奥奇奈都解不掉。能不能骗他一下，下这个，然后打这一点，但他打他一点，他等一下就直接变身把我敲掉，还是没办法，解不干净。这只是让他觉得我之后就没有还跟奥奇奈的组合，但是感觉还是不是什么好招，很彪的。铺的真是厚。我刚如果下左边这一只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好处是说让他觉得我一开始拿到这个，所以我就前面没东西出。但拿新的这只下的好处是说，What to do? 就是让他觉得我卡牌了，等于我抽到什么就下什么，然后愤怒吗？然后变身，然后雪人剩四点。
他保血人，不错，但我六费其实我可以自己戳他血，所以他还是会死光光。如果我真的解的话，但其实我至少也可以笑个希瓦纳斯，看能偷到什么。Must consider. 然后等下七费反正可以下这个，加神圣心可以烧很多点。骗他我没有奥奇奈，这样他才会把什么暗影那些给我丢下来。或者再下一个杜杜也不错。先下希尔纳斯，好像之后会被他场清空，就希尔就没用处了。拼一波。I have no time for games.我靠，他要咆哮了吗？Take heart, young one. 吓坏了。The Earth Mother is near.那现在这样的话，我想想看，希尔纳是撞掉一个，然后还，所以就会把凯恩血滴偷过来的。希尔纳是撞他之后还，这些都死，这两个都死，然后就偷这个，对，没错。那我还有多三费可以补自己血，我先用这个补自己，但反正就不能补。然后是希瓦纳斯。Embrace the void. Let none survive. 只能这样了，这也不能先线。下回如果被启动咆哮，基本还是快死。哎，十六点好像还可以活。哇靠！要被灰烬，太痛了，太痛了。I've got the beast in my sights。应该这个看起来下回是要几乎下回都要咆哮一样。哎，我可以这个。然后下北境，然后还就可以抽超级爽。对，没错。I wonder。但我这抽超爽有费用啊，等一下被咆哮照样死啊。这时候还是保命要紧，所以最好的保命还是得下个嘲讽的。这边补血要补谁很关键，因为其实十二点跟十四点都是会被咆哮带走，所以我觉得下这个补它比较好，可以抽一张牌。他沉默，我直接过他就会耗水晶了。我三点，这个是我的防护最好，这可以加一下，对，加一下，然后。那我应该用这个，然后加一下，之后用凯恩去撞，对。Do you like to play with fire？ 我靠，双北这个，伤害都还会需要 S， 我现在手还没有那么到需要这样抽的，这样抽三张已经够了。用环抽还用神圣心？用环抽好了。环抽，还可以用天生技抽。用环抽还可以天生技补血，对。用环抽。Right away。
Lich King! Noxrox is on! 那种他这个神圣之心留到现在就很有用。那我现在不想再抽牌，我已经手牌过多了，想要把北境拿来自杀。Right away! Oh. 啊，这个也可以自杀了，因为反正我等一下扫完他就死了。然后我可以下这个，这样等一下神星来多补一只嘛。我再补这个，那基本一面就已经救了。还有精神控制，他如果有什么很好的怪，就直接拿来用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防御，就很适合偷过来。哎，但这也可以直接偷对撞，哎，对撞不会死，哦，用这个偷对撞就死了。这个不错，死了就多一个防护。嗯。嗯。杀比较好，一点血真是有点不爽，快。Excuse me。还是打保守一点好了，反正跑起来他后面没什么招了。现在就只剩一血。然后灰棋吗？还是愤怒？那基本可以抢攻取胜了，那个暗岩石弄死。剩十三点，给他来一个什么神圣之火，就可以打他五点就赢了。Where shall I strike？ 因为他下这个朝奉，正好直接偷来用。嗯哼，帮我加一下。再加一层防护，然后这边把他炸死。但主要会被灰击，就是我的震撼者应该就死了。我，哎，我先下这个战术，他没有。这个七费解。还是可以接受，或者是硬撞七费解掉，对，七费解掉，然后撞掉，然后可以，对。Excuse me。啊，这九点刚好打不死。The end is close。那是六点，我要再补自己血吗？补生物，嗯，还是再下一只。
这可以到那边。五点的话，从自然化，然后是还有飞鼠，我补自己好。22点是德鲁伊他打双咆哮的话可以达到的点数，结果场面清空22点，双咆哮会死，所以还是补自己比较安全。原来他剩6连血嘛。打完这场我要睡觉，我现在这场已经12场，哇靠，阎魔超量子，我这次只能打3点攻击，还好及时进一张这个，这样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还有几张牌？7张吗？7张可以抽一下，因为。偷跑一点，不过现在不能用，现在得先把这个砍掉。你可以再加入生命。应该要投降了吧？就是他还能有什么招可以解现在这个场？咆哮解场的话。因为解不干净了，都解不干净。I must safeguard the land. 沉默吧，我靠，这么危险！他没招，他用这个，他应该没牌。Thank you.用什么都救不了。I can help. 啊，不救了。牧师还是不错的职业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牧师放什么牌好。2张还沉默，这个是什么？加2生命的北郡速死，偷牌放了2张，然后这个放一张，我1张换成了这个，然后这个剑士嘛，这都很正常的卡，都是正常的卡，对，2个这个淤泥喷射子，然后卡巴有就1张，对，精神控制装备就这样。好，那个。